民国旧照，图一张元和结婚照，图二元特定穷困潦倒，最后一张惊艳张元和。190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，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成为民国最后的闺秀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童年的幸福生活，祖母和母亲去世后的沮丧，与继母的不和，与林海霞的监管关系，被监控4年后果断离开，遇见了昆曲大师顾传介，两人相知相许，携手步入婚姻殿堂，晚年生娃，后随丈夫去台湾，晚年居住于纽约。图为张远和与顾传介的结婚照，袁克定，袁世凯的长子，原配于氏所生。虽然于氏不受袁世凯宠爱，可袁世凯对于侄所生的长子还是不错的。袁克定一直都支持袁世凯称帝，这样他就顺理成章成为皇太子，直至登上帝位，所以一直追随袁世凯到各地。袁克定一生一妻两妾，婚姻不太美好。由于袁世凯去世后，袁家更是一落千丈，他晚年更是穷困潦倒。可是陪伴他走到最后的却是原配夫人吴本贤。鲁迅原名周树人，中国近代文学家，他的文章写得极好，最后特点的是以笔为道，直指封建文化思想和他所看不惯的一切人和事。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说的就是鲁迅先生。图为最初剪了头发的鲁迅，看起来也是极为帅气的，尤其那一双星目。马珏，民国时期北大校花，北大教授马玉藻的长女，鲁迅最喜欢的女学生，她的相貌十分美丽。父亲马玉藻的一位朋友曾这样赞美马珏，她像大理石雕出的那么美。一位著名文人也曾这样称赞她。上世纪20年代，故都的两所美国气味浓厚的燕京与清华盛行选举校花或皇后，北大没有沾惹这一风气，而北大政治系女生马珏却被公认为皇后，名满北京90%。燕京、清华的校花不免粉黛无颜色的溃烂。1933年3月13日，马珏嫁给了天津海关职员杨冠宝，著其文且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